我可以进来吗？请进，请进。你好，请坐。请告诉我你的名字。我叫林点点。你目前在哪个大学读书？我在上海大学学习，我将于今年6月份毕业。你在大学里学的是什么专业？我是金融专业的学生。你在大学里有没有获得专业奖励？我获得了2021到2022学年校奖学金。你为什么想在我们公司工作？我认为我的专业和贵公司的业务范围刚好对口，我可以在贵公司学以致用。你有什么技能吗？我能够熟练的应用办公软件和财务软件。你有介绍我这个证书吗？我有应用专业证书。